我们今天讲一些关于不吃肉的经典。又央觉摩经云，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因如来藏故诸佛不吃肉也。佛言，如是一切众生无始生死，此生轮转，无非父母兄弟姊妹，犹如继儿，变异无常，自肉他肉则是一肉，是故诸佛悉不食肉。复告文殊，一切众生界，我界即是一界，所食之肉即是一肉，是故诸佛悉不食肉。佛告文殊，若自死牛，牛主持皮，用作葛西，使持戒人为应受否？若不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慈悲，然不破戒。以喜辗转离沙因缘故也。我们一段一段说。有一部经叫央觉摩经，经里边文殊师利菩萨对佛讲，是不是因为如来藏的缘故，所以佛不吃肉？什么叫如来藏？如来藏就是我们生命的根本，也是万事万物的总根源，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真如、空性。佛说，因为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生死不休，轮转无穷，没有不是兄弟姊妹的，没有不是父母的。意思是说，在轮回当中，一切众生互为六亲眷属。就好像是变戏法的，变来变去，我们的生命一会儿变成天人，一会儿下地狱了，一会儿做人了，一会儿做畜生了，当鬼了，就这样变来变去，并没有一定的。但是由于不一定，所以我们跟其他众生在无量的轮回当中都有亲属关系，那就是远近不同而已。好比上一世我们是兄弟，这一世我们是其他的关系，那百千万世以前我们可能又是什么？总而言之，没有不是的。所以佛说，自肉他肉都是一肉，手心手背都是肉，自己和其他众生都是肉。我们不愿意让其他众生吃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吃别的众生呢？学佛的人如果学了很多年，到现在还不能把肉放下，那是有罪过的。因为吃肉本来就有罪过，佛呢，方便善巧，逐渐的引导。但是如果学了很多年，还继续吃，这就有问题了。你还没有进入佛法，你要好好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一个学佛人。因为佛是绝对不吃肉的，菩萨也都不吃，那我们是佛弟子，当然也应该不吃。有一个过程也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过程什么时候完呢？我见过一些很坚决的人，一听说吃肉不对，马上就不吃了，没不需要过程，羞羞答答啊，辗转转转，
那过了好多年还说我还要吃一点啊，一点都不要吃。佛对文殊菩萨说，众生界我界即是一界，因为生命呢是一个整体，谁都离不开谁，大家有一个共生的这样一种关系。我们自己想一想，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灭绝了，人能不能独存呢？人是不能独存的。过去人们不知道这个道理，杀动物，现在也未必就知道，只不过是学佛的人知道，其他人是有一些科学家经过研究慢慢的知道了，人是不能单独生存的，一定要有其他的生命跟我们在一起才可以。比如小的生命，寄生虫或者微生物，其实跟我们共同占用我们这个肉体，我们离开这些自己也无法生存的。你吃进去的这些食物如何消化呢？要有很多的不同的菌细菌帮助我们消化，使这些食物能够变得腐烂，否则的话没有办法。所以凡是吃的肉都是肉，所以不应该吃。佛又对文殊师利菩萨说，好比说啊，有一头牛自己死了，牛的主人用它这个皮呢做成皮鞋，如果把这个皮鞋去布施给持戒的人，这个持戒的人是该受还是不该受，接受不接受？按照佛的教法来说是不应该接受的，如果接受就非慈悲，因为这是动物的皮做的，你拿来穿到你的脚底下，所以修行的人是不穿动物的东西，好比说毛料的衣服啊，这个用蚕丝做的丝绸，皮革那就更不要说了啊，腰上系的皮带啊，背的皮包啊，人造革的可以，那是塑料啊，如果是真皮的话不可以，穿的皮鞋更不可以，因为缺乏慈悲心。那如果把我们的皮人皮做了一个什么包让人挎着行吗？啊、哦，那别让别的动物去穿行吗？这是同样的道理。但是佛说，虽然他接受了这种布施，没有犯戒，就他是比较轻微的，还没有到了犯戒的这个程度，所以犯戒不犯戒呢，它有轻重缓急的区别，这个要能够分别。如果他吃肉肯定是犯戒，如果他接受这种供养那不犯戒，可是呢缺乏慈悲心呢，和慈悲是相违背的。我们再往下看，又此经说，众生身内有80万户虫，若断一众生命，即断80万户虫命。若智若主若烟若报，皆有小虫飞蛾盈趋而伏尽之。如是辗转旁杀无量生命，虽不自手而杀，然徒者不敢自食，皆为食肉之人杀之，故知食肉之人其间有杀业之罪。或有出家僧尼供在伽蓝，供诸白衣公然聚会，饮酒食肉，荤腥杂秽，污染伽蓝，不愧尊相，如斯混杂，其如外道。
这部经典里边又说到，众生的身内，包括人，包括畜生等等，身内都有80万户虫，还不是个，是户。户就是有他那小动物的一家子，有多少？80万。很多很多，好比我们这个身体里边就有很多，可能都不止80万。这个虫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微生物。微生物小到我们用肉眼看不见，要用显微镜放大以后才看得见。可是这些小的生命个个也都有真如佛性，个个将来也必定成佛。现在它的生命形式就是一个微生物，以后辗转就不一定，它也能够辗转为人，也能够修行，将来也能够成佛。那我们现在杀一个动物，就等于杀一个未来佛。当然学佛学到一定程度的话，大家都知道生命是不止息的，人是死不了的，那么动物也死不了，杀不死，能杀死的只是这个肉体加上前六识，好像死了，因为什么也不知道了，肉体没有任何感觉了，变成死尸了。但是可以轮回啊，可以转世啊。如果死得干干净净的，那么谁转世呢？谁轮回呢？既然没有转世没有轮回，那么谁解脱呢？谁成佛呢？啊，一连串的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必定还有不死的，那是我们真实的生命。可是众生都爱惜这个身体，爱惜自己的生命，谁都不愿意被别人吃，不愿意被别人杀。所以的话，我们也应该爱惜其他的众生。如果我们不吃肉，那么杀生的人为谁杀呢？他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人要吃肉，所以这些人养动物，那么有些人杀动物，有些人把杀死动物的死尸呢做成了什么平常人认为的美味佳肴。现在事实证明，畜牧业对地球的破坏最为严重，现在遭受到的种种的灾难跟这件事情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如果把一个众生杀死了以后，那么和他在一起的那80万户虫就也都死了。所以你杀一个生命看起来好像只有一个，其实和他在一起共生的那些更小的生命就全完了。而且依靠这个众生生活的其他相关的动物也完了。好比说人呢要排泄，那动物也要排泄，排泄物呢又能养活其他的动物，你把这个动物弄死了以后，它这些排泄物也没有了，所以其他的依靠排泄物生活的也不行的，所以杀死的更多。这里说如是辗转旁杀无量生命，佛经里面讲的很细致，像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讲，大家都不知道，大家只知道杀了一个众生而已。下面佛说啊，所以吃肉的人就一定兼有杀业之罪。吃肉的人呢，你跟杀生有关系，这个罪你就跑不了了。又弥罗浮陀地狱经云，身如断肉无有食，
吾有识之，此事何人？皆由饮酒，出家僧尼岂不深信经教，心生重愧，自弃正法同于外道。若但众生腹肉，亦但腹肉；若但众生母肉，亦但母肉。如是子兄弟妹男女六亲，并有相对，冤冤相仇，未可得脱。有沙弥戒经，又沙弥尼戒经云：不得杀生，慈悯群生，如父母念子家哀，软动犹如赤子，何谓不杀？护身口意，身不杀人畜喘息之类，手亦不为，亦不教人，见杀不食，闻杀不食，疑杀不食，为我杀不食，口不说言，当杀当害抱怨，亦不得言，死快杀快，某肉肥某肉瘦，某肉多好某肉少恶，亦亦不念，哀悯众生，如及骨髓，如父如母，如子如身，等无差别，普等一心，常至大圣。还有一部经典叫《弥罗浮陀地狱经》，说我们人的身体就像一块肉一样，如果没有神识和身体结合，这叫个什么人？如果出家人不信经教，没有惭愧，抛弃正法，那就完全同于外道。如果吃众生肉，那么就是吃父亲的肉；如果吃众生母亲的肉，就等于吃自己母亲的肉，六亲男女都是一样的。如果吃来吃去都是吃亲属的肉，互相吃，那么就冤冤相报，无有了时。因为因果就是这样嘛，今天你吃他，日后呢，当你变成了畜生，他就吃你。为什么？因果。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解脱。另外，沙弥尼戒经说不得杀生，要慈悯群生，就像父母念孩子都是加以保护的。那么猿飞软动这些小动物，他们也是有父母有子女，同样的是一种道理。前几天呢，我刚来的时候讲过几个小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是说一头老牛渴得不得了，因为那个地区缺水，人每天只有三斤水，这三斤水连吃带做饭带喝带洗澡洗衣服，反正总而言之就这三斤水，谁都不敢扔啊，最后剩下的水才给牲口喝。如果洗完东西什么都不能做了，放那里瞪一瞪沉一沉，然后才给牲口喝，所以那牲口都渴得受不了了。这运水的车都有大兵持枪运水，纪律非常严明，一滴水都不可以漏掉，任何人不得私自拿水送其他人。这头老牛呢，挣脱了缰绳，拴他的绳子被他扯断了，然后跑了很远的路，也不知道他怎么就知道那一条路是运水的路。他到了路上等了好几个小时以后，运水的车过来了，他走到路上站那里挡住，不让动，不让车过。你打他推他，有些司机拿打火机烧他，他都不动，他就是不让开啊。那个路比较狭窄，那绕不过去，没有办法。
后面的司机过来以后骂骂咧咧的，没有办法，他就不动，你把他怎么样了？牛的主人听说了以后就找来了，找来以后很生气，他很惭愧，把这个运水的车拦住怎么办呢？拿鞭子抽这个牛啊，这个牛一直被打到遍体鳞伤，血沿着鞭痕一直往下滴，肉都打烂了，就是不动。打痛了当然他会叫，但是也不会离开。最后啊，这些人看着都是非常难过，这辆军车运水的车啊，这个战士就把自己的一个盆拿出来，他说今天我一天我都不用水了，我那水呢给他喝，我心甘情愿接受任何处分，该处分那就处分。三斤水给他放了，三斤水放到地下，这老牛不喝啊，把头扬起来叫了一声，然后从旁边一小沙包后面跑出来小牛，小牛跑过来把这水喝了，然后这老牛呢舔一舔小牛，小牛呢也舔一舔老牛，哎，也不用人赶了，喝完了离开了。所以在场很多人看了以后就哭了，因为什么？大家想想，这是畜生的母爱啊，宁可自己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就是为了讨一口水给小牛喝，他自己一口都没喝。这是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故事是穿山甲。穿山甲这个动物呢，背后是有鳞片什么的啊、哦。这个人呢非常坏啊，他把这个穿山甲拿一个铁签子从身体上穿过去，然后在火上烤，烤熟了以后给这些游客吃。这个小伙子就做这种事情，穿山甲一碰到危险的时候把身体就蜷缩起来了，那小伙子没有办法，那就只好摔啊，摔死了以后他身体就蜷不回来了，穿上以后烤。那么他为了显自己有本事招待这个客人，他挑选了一只肥大的穿山甲，这个穿山甲就是不肯把身体展开，摔了半天他也不打开。所以他没办法，那只好把这个穿山甲扔一边去，再选其他的穿山甲。这客人吃完了以后就看这只穿山甲呢被他摔的已经当时就认为摔死了，结果没死，他慢慢的打开了。打开以后看到里边包了一只小穿山甲。这老穿山甲为了保护这小穿山甲，把它整死了不肯打开啊。那么跟这个故事有相似的人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一次地震过程当中，这个抢救的队伍，这个队长和他的队员到各处抢救，看到了一个女众啊，他身体蜷缩着，这个动作怪怪的，他不是躺倒了怎么样，蜷缩着，一看呢就已经没有呼吸了，死了。所以死人就先不用救，先救有可能是活着的人，那队伍就离开了。这队长心比较细，说这个姿势太奇怪了，仔细一看，他把那扒开一看，这个女人的身体下面有一个小孩子，不大一点小孩子，小孩子居然在下面睡着了，睡得很好，也没有死，睡得很好，还在睡。旁边有一个手机，这队长很奇怪，就把这个手机打开了，一看呢，手机上面写了几个字，说孩子，妈妈爱你。他没有办法了，最后在临终之前呢，就发了这么一个信息，写到自己手机上了。然后死掉了。他一直用那个可怕的姿势在保护这个小孩，自己被砸成那个样子了还是保护。类似于这样的故事啊很多很多。所以呢，佛说手不杀也不教人杀，看见杀不吃，听到杀不吃，怀疑杀的不吃，
为我杀的不吃，嘴里边也不说哪一个动物该杀，哪个动物该死啊，要报仇之类的，这些话都不讲的，也不赞叹说杀得好啊，死得好。大家要注意啊，这个话就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好像都有一种什么国家民族的那种激情啊，我们碰到仇敌我们会赞叹说杀得好啊，啊，杀了外国人我们说杀得好，杀了侵略者我们说杀得好，会说的啊，就不能说，修行人不可以说，也不能赞叹杀，连动物都不可以，杀人当然更不可以，也不能说啊，这个肉肥啊，那个肉瘦啊，啊，你什么意思啊？所以起心动念都不要有杀心的，不要和杀有联系，应该哀悯一切众生，就像自己的骨髓一样，就像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六亲眷属一样，就像自己的身体一样，因为本来也没有差别。这样的话，来培养自己的大慈悲心。大慈悲心是要有行动的，光说不行。所以，如果现在还吃肉，你要下定决心，从此以后弃恶从善。啊，这是恶行，绝不是善行。好，我们再看下面。又贤于经云，佛告波斯匿王曰：过去久远阿僧祇劫，此阎浮提有一大国，名波罗奈。于是国王名波罗摩达王将四种兵入山猎戏，王道则上持主禽兽，单执一乘独到森林，王师疲疾下马小休，尔时林中有自狮子，怀玉心盛，行求其偶，因不能得职，与林间见王独坐，淫逸转胜，私欲从王，进到其边，举尾备注，王知其意而自思维，此事猛兽力能杀我，若不从意，倘见危害，王已不顾，即从狮子乘玉是矣。狮子还去，诸兵群从已复来到，王于人众即还攻城。尔时狮子从事怀胎，日月满足，变生一子，行进四人，为足斑斓。狮子一时知是王有，便衔丹来着于王前，王亦思意知是己儿，即受取养，以足斑峻，自为斑足，养之渐大，凶才智猛，父王崩亡，斑足既至，时斑足王有二夫人，一是王种，一是婆罗门种，斑足出游，劝二夫人随我后往，谁先到者当于一日吉祥遇乐，其随后者无不见之亡去之后，其随后者无不见之亡去之后，其二夫人即自装饰严驾俱往，到于道中见于天寺，范至种者下车作礼，礼以后道，王从本言而不前之，于是夫人嗔怨天神，有礼辱故，使王见薄，若有天力何不护我。
后坏天慈，令平如地，守天慈神，悲恼至公，欲上王宫，天神则不听入。有一仙人住址山中，王常供养，日日时时飞来入宫，不时摇转粗食粗供。偶值一日，仙人不来，天神知之，化作其形，坐于长处，不肯就食，欲得鱼肉，即如鱼半食已还去。明旧仙来，未设肉食，仙人称王，王言大仙先日赤坐，今日今何不施？仙人预言昨日有患，一日不来，是谁与汝？但相轻视，令王事后十二年常食人肉，做事与敬，飞还山中。事后锄间忘不拌肉，临时无计，出外求肉，见死小儿肥白在地，念且称疾，急却投足，单至厨中，加诸美药，作食与王。王得食之，绝美倍尝。即问锄间，由来食肉未有似美，此是何肉？见锄慌步，复白王言：若王原罪，乃敢实说。王答之言：但实说之，不作汝罪。锄间白王具数前报，王言：此肉甚美，自今以后如是求办。初见白王，前者直欲死而更求颇得。王又预言：汝但密取，设令有诀，断处有我。初见受教夜半，初见受教夜长密补，得便杀之，日日供王。于是城中人民之类，个个行哭，云王失耳。辗转相问，何有乃耳？诸臣聚议，当世微似，急于接拱，处处查探，见王除见，夜他小儿，似不得知。复将义王据以前世白王言是我所教，诸臣怀恨，各自外议。王便是贼食我等子，但人之王云何共治？当共除之，去此祸害。一切同心，先共其谋，一时同和，即为齐王，当取杀之。王见兵急，惊怖问言：汝等何故而为比我？诸臣答言：夫为王者，养民为事，方去除宰，杀人为食，不任苛酷，故欲杀王。王欲诸臣自今以后更不复为，违建数放，当自改立。诸臣欲曰：终不相放，不须多云。时王闻已，自知必死，即欲诸臣遂当杀我，小缓须听我一言。即自立誓，我身由来所修善行，为王正治供养先人，何及重德，回令今日我得变成飞行罗刹，其余已弃，寻女而成，即非虚空。告诸臣曰：汝等何力欲强杀我？赖我大幸复能自拔，自今以后汝等豪人所爱妻儿，我次第时与气飞去，指山林间飞行团人，单以为食，人民之类恐怖藏避，如是之后杀旦多人。诸罗刹辈复为异从，群众见多，所害转广，后诸罗刹
白班族王，我等奉事为王，愿为一会，王继许之，当取诸王令满五百，与汝为会，许之以器一一，王取必着深山，以得499王，残少一人，后补得须陀苏弥，大有高德，从罗刹王乞得七日驾，驾满还来，须陀苏弥广为说法，分别杀罪，及其恶报，复说慈心不杀之福，班族欢喜，敬在为礼，承用其教，无复害心，即放诸王各还本国。须陀俗弥及左兵众将还将班族安置本国。前先人是12年满，自是以后更不淡人，遂还霸王，治民家旧。尔时须陀俗弥王者，今我身世，班族王者，今央觉摩罗氏。尔时诸人12年中为班族王所食啖者，今此诸人为央觉摩罗所杀者是。此诸人等世世常为央觉所杀，我亦世世降之以善。央觉摩者，只慢比丘是。使波斯匿王复白佛言，直曼比丘杀死多人，时已得道，复受报，当受报否？佛言，大王，行必有报。今此比丘在于房中，地狱之火从毛孔出，极患苦痛，酸切颇严。佛斥以比丘，汝持护牌，往指曼房，赐护孔中，比丘即往奉教为之，排入户内，寻自消容消。比丘惊愕，还来白佛。佛告比丘：行报如是，王及众会生信。颂曰：财色与酒，名为三祸；陈丹丧家，君众亡国；肉障大慈，兴者敬德；怀道君子，私会不特。这个比较长了啊，我们就大概把这一段故事呢讲一下。前语经里边呢，佛对波斯匿王说，过去很久远阿僧祇劫以前呢，阎浮提当中有一个大国叫做波罗奈，国王叫波罗摩达，他带着4种兵入山呢打猎。这4种兵啊，大概就有象兵、马兵，还有什么动物啊？就是训练以后可以打仗。但是呢，他到了山里边是为了打猎。国王呢，来回奔驰追这些野兽，后来呢，一个人就走得比较深处啊，走得比较深，到了森林的深处，就是王累了啊，下马呢就休息。这时候林中啊，有一只母狮子，母狮子当时呢正在求偶期间啊，发情期间。但是呢，他没有找到雄狮子。一看，这国王在那儿坐着，这狮子呢，这时候欲性大发，就靠到国王边上，把自己的背呢靠过去。王呢，也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因为狮子他不吃人呢，他往跟前靠啊，靠过来以后，国王一看就知道意思了，他心里就想，哇，这个猛兽杀我其实一点问题没有，如果我要是不随顺他的话，我就完了。所以呢，国王由于害怕呢，就满足了这母狮子的愿望，那狮子呢就走了。
后来他自己的下属呢就到了这个地方，然后王和他的下属一起就回到宫城。这时候啊，这个母狮子就怀孕了，满足以后生下来一个小狮子，但是这形状就像人了啊，只有这个脚啊是像狮子的脚一样啊，上面有斑点，其他地方都像人。这狮子呢想起来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狮子知道了，他就把这个小这个他的儿子呢就拿嘴叼着放到国王那里去。国王一看呢也想起来是怎么回事了，就把他收养了。那么由于他这个脚的长得斑斑点点的，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斑足。养大以后啊，这个人非常凶猛，而且啊才高志大。那么国王呢也让他继承自己的王位呢啊来治理国家。这个斑足王有两个夫人，一个是王种，就是刹帝利种，就是其他国王家里边的女儿。另外一个是婆罗门种，就是他们家是掌管宗教的。这个班族王出游的时候就跟他两个夫人说，你们跟到我后边，如果先到的人我就跟他快乐一日，如果后到的话我就不理他了。这两个夫人呢就要相比啊，都打扮好了以后啊就一起走。到了这个道路当中呢，看到了一个天祠，就是供养天的祠堂。那么其中是婆罗门种的人呢就下车到了天祠里面坐礼，结果他就后到了。国王就班族王就按他的言语说，后来的人呢就不理他了。于是这个妇人呢就非常嗔恨这个天祠，就是个天庙啊，就你没保佑我啊，我因为到你那里礼拜，所以就不行了。你既然是天，你为什么不保护我？所以他借用自己的势力把这个庙给天庙给拆了。守天庙的神呢也生气了，就想把他的王宫啊也给毁了。但是天上有天神呢，天神保护啊，就不允许这个天人呢做这个不好的事情。有一个仙人住在山上，国王呢常常供养他，他呢也每天到了吃饭的时候就到王宫里边，他不吃好的东西，粗的东西就可以。有一天呢仙人没有来，这个天神就是护庙的这个天神他知道了，他就下来了，变化了这个仙人的形状，他也坐在原来的地方，他不肯吃这个粗食啊，他要吃鱼肉。底下的人看不出来啊，看不出他是变化的，于是呢就按照他的意思给他做好了。这个天神吃完了以后就走了。第二天呢原来的这个仙人就来了，来了以后啊，那么宫里边就给他拌这个鱼肉吃。仙人很生气啊，我平时都吃粗食，你竟然给我弄这鱼肉是什么意思？国王就说啊，你昨天就让我们做的，今天你怎么不吃了？这仙人就说啊，昨天我有事，我根本就没来，谁告诉你的？他就很生气，他就逼着这个国王以后12年当中都吃人肉，而仙人生气了。他说完了以后，就仙人就又
飞到了山中，可是呢，做饭的人，他有的时候他会忘掉，他会没有做，突然想起来了，赶快做肉啊，不做肉不行啊。结果到外面找肉找不到了，找得急了。突然呢，碰到了一个刚死了不久的小孩啊，还不错，白白胖胖的。他着了急了，没有办法啊，把这个小孩弄回厨子厨房里面，就给他做了肉了，把这个小孩给做吃了。不过这个小孩是自己死的了。做好了以后给这个国王吃，这国王吃了以后觉得非常的香美啊，不比一般，就问这个厨子说：“你这个肉怎么这么香啊？啊，这是什么肉？”这个厨子没有办法，害怕国王，就跟他说啊，你不要怪罪我，我就跟你说。国王就说了，你老老实实给我说，没关系，我不办你的罪啊。这厨子跟他把前面事说了啊。国王说，哇，这个肉这么香，从此以后你就这么给我办。可是厨子苦了，他说这是我偶然碰到一个死孩子，你让我再去找，我怎么就能找得着啊？啊，怎么就能天天碰着死孩子？这不可能啊！这国王就跟他说了：“你秘密的去做吗？啊，如果被人家发现了，这事由我来处理，不用你管。”以后这个厨子啊，就到了半夜三更出去以后，就想办法搜寻着小孩子。啊，杀了以后天天给国王吃。可是啊，这城中的老百姓就麻烦了，经常小孩就丢了，很多人就哭着找孩子。大家呢就要找这为什么会小孩都失踪了，就找。很多人呢就秘密的埋伏起来要抓这个人。有一天呢，他们正好看到啊，这个厨子在外边抓小孩，就被他们抓住了。抓住以后把他捆起来，就交到国王那里。这个厨子没办法，就招了，是这是国王让我做的啊。国王没有办法，就说是我让他去的。这些大臣呢 老百姓都非常愤怒，大家就要把这国王给宰了啊，因为什么？你本来是爱护老百姓的，你现在吃老百姓的小孩子，这怎么能行呢？这国王说，以后我再也不敢了，以后我不做了，你们就放了我，以后我肯定改正。可是这些人说，啊，好不容易把你抓住了，决定不会放你。这国王心想，自个儿反正是必死无疑了，就跟大家说，啊，你们可以杀我，不过呢，给我一小会儿。听我一句话，让我呢发个誓。他就说啊，我本来是修善行的，我治理国家呢也是用正确的方法，我也供养先人。结果呢，这个先人他生了气以后，他让我吃肉。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要变成飞行罗刹。他这样说完了以后，果然就成了罗刹了，立刻飞到虚空当中。他都告诉自己原来这些大臣啊，你们合起来，你们大家都想杀我啊。现在呢，我自己能够飞入虚空了，从今以后啊，你们好好的照顾好你们的妻儿老小啊，你准备好，我要挨着一个一个的吃你们。说完话就飞走了，到了山上的树林当中，开始用他的飞行技术开始抓人。老百姓呢吓坏了，都想办法躲。这样的话，他吃了很多人，那么其他的小罗刹也跟着他一起，老百姓呢被他们就害苦了。
后来这些罗刹就跟着就对这个班租王报告这件事情啊，我们奉侍国王啊，愿意大家一起来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班族王呢就允许了，说我们应该娶诸王，就是种种国王啊，我们娶够500。这样说好了以后，他们把这国王抓住了以后就放到深山里面，那已经得了499，就少一个。结果后来抓到了须陀苏米，结果这个须陀苏米呢非常有道德，他跟这个罗刹王就说了，我呢请7天假，假满了我一定回来。于是啊，须陀苏米就广为大众说法，分别杀罪以及恶报，讲说呢种种应该慈心不杀能够活到的获得的福报。班族王听了以后非常欢喜，尊敬他，愿意接受他的教导，以后不再害人。于是就把他们抓到的诸国国王都放了须陀苏弥呢于是就辅佐班族王安置本国。前面的这个仙人他也发誓2年满了，从此以后啊就再也不吃人了。于是呢就对待人民像过去那样。这时候啊，当时的那个须陀苏弥就是谁呢？佛说就是我，就是现在的我。那么班族王是谁呢？班族王就是现在的央觉摩罗。当时这些人12年当中被这个班族王所吃的这些人是谁呢？就是你们这些人，同时也是包括央觉摩罗杀的那些人。央觉摩罗的故事大家都听说过他被这个仙人骗了以后，他就杀人，告诉他杀了多少多少人就能够得好报。结果最后杀到一个，因为人都被他杀得找不到了，最后他想杀佛，看佛过来了，佛最后降服他这就是我们听到的中国的成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央觉摩罗呢，有些经典说他本籍其实就是佛，不过化现为这么一个形象来这里辅佐释迦牟尼佛弘化。所以当时这些你们这些人也是被央觉摩罗曾经所杀过的，而且你们这些人世世都曾经被他所杀，我呢也世世都降服他。那么央觉摩罗是谁呢？其实就是这个指曼比丘，他杀一个人把人家指头穿起来最后做了一项链穿够了数就行了这时候说完这个故事以后，波斯匿王就对佛说，这里边有疑问呢，说这个指曼比丘杀了这么多的人，结果他反而得到了，他成道了，那么他杀了那么多人难道没有恶报吗？佛对波斯匿王就说如果行必有果报，行善有善报，行恶一定有恶报，怎么会没有呢？你看看指曼比丘现在在房子当中吧地狱之火天天都烧他，这火呢从他毛孔里边都烧出来，他痛苦得不得了啊。于是佛呢就叫一个比丘说，你呢到那个央觉摩罗他那个指曼比丘的房子里你去看看。于是他找了一个东西把那个窗户刺开了以后往里边一看这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东西
啊，持护牌，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嗯，然后房子里边的东西都消融了，所以这个比丘啊非常吃惊，就来告诉佛，佛跟他说行报如是，就是说可能直曼比丘都被这个火给烧掉了。那么这个故事很长，很曲折，很复杂，说明什么问题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不能杀生，不能吃肉，如果杀生吃肉就一定要有果报，迟早的事情，看看因缘是不是成熟，如果成熟就没有不得果报的。等一下呢，大家要放生，放生的时候就要怀着大慈悲心。海涛法师非常强调慈悲心，反复强调，他也是这样落实的。我们跟着海涛法师在这方面呢，首先通过吃素、戒杀、放生，培养我们的大悲心。因为发起大悲心，所以才会有菩提心。菩提心是智慧心，什么智慧呢？救度众生的智慧。哪有菩萨要杀害众生、吃众生肉的菩萨呢？哦，这就不叫菩萨了。所以我们要检点啊，要很好的来培养自己的大悲心，要把大悲心和菩提心落实在我们日常的修行之中。阿弥陀佛。